做我女朋友。哈？你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你，我撒不了这个谎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，只要让事情变得更好，让对方变得更好，即使是谎言也都是善意。是，我是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假装你女朋友这个事情太离谱了。喝杯咖啡吧，可能还要等好一会儿呢。这儿只有速溶咖啡了，不过这家医院的速溶咖啡还挺好喝的，我原来经常喝。有总比没有强吧。谢谢。哎，家属在等待区等，别在这站着。医生。里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还没开始呢，去等待区等。谢谢。张老师，我们去那边等吧。张老师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，
一百关，我从来都没玩到这么多过。张老师，爷爷绝对不会有事的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你之前跟我爷爷见过吗？哦，我之前是见过。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大概还得在手术室里观察半个小时，之后就可以转 ICU 病房了。放心吧，老爷子的状态非常稳定。张教授，不得不说，老爷子的意志是真坚强。手术过程当中几个最危险的关头，全都挺过来了。张医生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 云舒，啊，张老师，云舒同学，嗯，如果今天没有你的帮助的话，我爷爷很可能挺不过来了，所以我想感谢你。张老师，您客气了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那你准备去哪儿？我飞鸽帮我们常熟的前十位，嗯，我家门的密码，你可以先去我那儿住一个月。 张老师，我先回了。验证失败。啊，他说是什么常数来着？忘了。云舒，费根鲍姆常数的前十位，4.66920109。 没想到啊，我阴差阳错还是住进来了。张老师有洁癖吧？家里的东西摆放的好有条理。嗯，没想到流落街头，居然被张老师捡回来了。哎，我姐要是知道了，我会被打死。
居然还看这种小说。张哥，回来。张哥。嫂子，你们家快点，别动，听重点，我帮你搬。哦，好，行行行行。放哪里？放。我放这边哈。哎，嫂子，麻烦签个字。哦。哎，好，走了，嫂子，不送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来了，来了。张医生，嗯，我爷爷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大概明天吧。好，老爷子的脾气呢，你也知道。等他醒过来之后，凡事都顺着他点。云舒，云舒，云舒，
张老师，你流鼻血了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妈甜甜的。你把镜头转过去，让我看看新家。好，姐，我带你看。你看，这个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落地窗，超大。还有这儿，这是哪间房啊？这个是客厅。我不是刚来吗？我在这儿收拾收拾东西。你带我转一圈，我看看其他房间。姐，我不是刚来嘛，所以没有装 WiFi， 视频流量太浪费了。我给你把视频拍好了发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懂得请姐姐约了？快点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书房，我带你看看书房，可好看了。噔，你什么时候看了那么多书啊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装有文化。哎，等等，退回去。哪个屋子？这是哪间房？是卫生间吗？什么声音？哎，姐，那个我回头再打给你啊。这个门把锁坏了，我去修一下吧。哎，在干什么呢？没，我就来看看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如果你也没事的话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跟我来一下。你住在这里的期间，为了彼此方便，我会把公共区域平均分成两份，你用左二分之一，我用右二分之一。我不会越过这条界限，我希望你也可以遵守一下，左二分之一，右二分之一，懂了。关于卫生间的使用时间，我制定了一个规则：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，以及晚上的8点到9点，我需要用浴室。这段时间，你不要进卫生间。另外，进到卫生间里面，记得换卫生间的头衔。什么进卫生间还有遵守时间啊？我是被收留了还是被收留？是有什么问题？没有没有，张老师，那请问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？我注意到你平时不使用香水，这点还好。我不希望房间里面有其他的味道。大概规则就是这些，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张老师，你说的这些我已经记不住了。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会帮你打印一份留宿手册。以后你就睡在书房。那张老师，我现在能睡会儿吗？我有点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说完。你留宿的这段时间，书房我还是需要使用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分割一下书房的使用时间。每天晚上9点到早上10点是你的卧室，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是我的书房。啊，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出去？今天是个例外，你刚刚来可以放心的安顿一下，但是我希望从明天开始严格遵守使用时间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张老师。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张老师，非常感谢您能收留我。其实我是应该给您住宿费和房租的，可是我实在是没钱了，所以要不这样，以后家里的家务还有饭都由我来做，您看行吗？这样也好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支付你相关的费用。我这是干上家政了。
问我。现在是几点？七点半。门上有使用时间。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情况紧急，你能不能让我进去一下下，两分钟就好？我之前提这条要求的时候，你说没问题。啊，我之前哪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况啊！你应该提前预计到，然后再打。啊，张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你现在再不开门，我真的就……给你三分钟的时间。谢谢张老师。停下，加起来刚好五分钟时间。今天由于你不习惯操作流程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希望从明天开始，严格按照我的操作流程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嗯。哎，张老师，你不吃早餐吗？由于今天浪费了一些时间，我的早餐时间取消了。这份早餐，好好感受一下。好。早啊，张老师。早，盛老师。今天的教学计划没变吧？你想有变动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您爷爷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如果您有任何需要，我随时可以帮您安排调整排课的。哦，暂时不必了，我都已经安排妥当，不会有问题。谢谢。云小姐，听你的描述呢，我觉得这级的房子都是比较适合你的，你看一下。啊。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，不过就是价格。玉小姐，你先考虑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到时候麻烦你了，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来。
在手底下放一个暖水袋，输液会稍微舒服一点。秘书，你怎么会懂这些？我爸去世之前住了8个多月的医院，当时都是我和我姐照顾他的，所以这些我会。张老师，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直说想过来看爷爷，今天来了，爷爷刚好也醒了。您现在感觉好一些吗？想喝水，喝水好。水了，我出去接水，我去接，你好好陪爷爷，我马上回来。现在身体好些了吧？手术麻醉的时候，我好像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量子纠缠，我梦见两个量子，一个正弦，一个反弦，哪怕两者之间相隔再远。 也会用某些现代科学的无法解释的原理，在冥冥之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同样的轨迹，同样的频率，他们是一对儿。张院士，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，我梦中的那两个量子，就是你和云舒。 我希望你们快点结婚。结婚？您这个要求太荒谬了，我不可能答应。别激动，爷爷你别激动啊，血压都有点高了。段院士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听我说，虽然在物理的世界里面存在您说的那种关系，但是有机体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。 爷爷，你能答应爷爷吗？张院士，您说的这个要求，我实在没办法。爷爷，你只要好好养病，你说什么我们就答应你，好不好？